让这
双手活水的江河充满在这地里头，主耶稣，你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叫美河，因为我们就要那最美丽的江河每天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美丽的江河每天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滋润我们的心，带来改变在生命，让这一边是多结果子的地方，生命生机启示的地方，忧伤的灵得到安慰的地方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求你来掌管。主啊，你是这教会的主，是你来掌管这个教会，你是主宰我们，只是你的仆人。主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慢一点，生命见光焕然一新，他奇妙的手掌抚慰着我，领我走向光明，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心生命，我永远歌颂，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，曾有一双手浇灌这种你生命见光焕然。
稣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第四十四节就说：“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摸着布，脸上包着绳子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切开，叫他走。”拉撒路是复活，但是他身上。如果不拿掉，他还是会再死掉。那生命的腐臭，那生命的腐蚀掉了，又再回到他的身体。就算是他活着，他也不能好好活。没有拿掉，只能跳，不能走。没有拿到，看不见，失去方向。没有拿掉。没有人会知道真正的他是谁，也可能永远都只会知道有一个木乃伊跳来跳去吧。你知道，要把他拿掉。信了耶稣到现在，你是不是还是有固执的东西啊？教会是不是同一个教会？到底我们道德祷告会是不是同一个祷告会？为什么他看起来重担都没有了，我的重担还这么多？今天上帝要把你身上的都给脱掉了，阿门。因为那是过去死亡的，今天要把你给打开了，谢谢。所以今天要特别想为一些人来祷告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就是觉得你生命里头就被绑住，有一个捆绑。重担、累赘，你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的心就是沉重，说不出来的沉重。但是，今天晚上上帝要让你得到自由，再一次。